由广告商选出得奖者的 KAA Award 21日晚间在首尔中区的酒店举办颁奖典礼，身为广告宠儿的金宇彬和雪炫盛装出席，获得年度最佳广告代言人奖。两人在台下十分专注于颁奖典礼，极强的外貌组合非常吸睛。싶다면 색다르게 시작해.